遇到这么点事儿就想回去的话，那干嘛当初你要出来？不知道过了这个沙漠后面会是什么地方？是另一个沙漠。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阶段，见到一座山，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。我很想告诉他们，到了那边你会发现没什么特别，回头看过来，可能会觉得这边更好。但我知道他不会相信，像他这种人，没亲眼见到是不会甘心的。